我撑死我拉什么？受不了，受不了了呀！我亲爱的，坐稳了，坐稳了啊！肩膀就开始就有点紧了。人海里冲着情绪，他什么时候一睡醒，今天一天就开始了，进入运动模式。请保持执行。就是这本书吧，你要是咱家里有个男孩，今天就开启拆家门。是的，你们要买车的话，我就把它安在座椅上，在床底下。他会开吗？他会开吗？他有驾照吗？之前英国也驾照吊销了。为啥？喝酒？那个车祸，喝酒，车祸吊。酒驾嘛，这不是？对，是吧？你这酒驾就抓那这他在这也可以考一个呀，这中文太难了，就想到时候去津巴布韦之后把那个津巴布韦再重新弄一个驾照。